开饭了，家人们，海带打饭包，几天不吃就馋了，好像小门帘这个海带。小馋猫，几天不吃打饭包就馋哈。我先给你来一个喽。哎呀妈，这这么大，这里面是我拌的土豆泥，拌的牛肉酱，有没有食欲，家人们？还有香菜，还有葱，先给我老公来一个。哎呀，海带打大饭包。哎呀，老公。行不行？看看家人们，好吃不吃？太香了！再来点牛肉酱，这里面已经放了，海带整大了。没事，主要是我媳妇做的不好吃。主要是，真有食欲。